他会不会像地狱系的那种？有可能哦，死灵妖怪，英雄儿。 视觉上冲击冲突，非常冲突，对他看起来就是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会唱歌的人，哎，对，个儿小小的，我们以外貌来判定嘛，啊，你像他看起来好像以为 IME 会很厉害，结果你听他唱，你我昏倒，对，没有要听，我觉得英雄耳他声音像那个小钢炮这样子，钢炮，然后丢出来就有金属。 破掉声，哦哦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形容很，哎呦，金属破裂的声音，来品，对，超有爆发力。我刚刚很期待你在后面可以整个发疯这样，对，但是你后来变得很保守，对，就觉得有点可惜。声音的感染力很强大，而且一唱的时候，别人就不会再做其他事情了。哎，对，吸引过来了。工作是，但是我最近已经就是。 辞职，就是我想要做，我觉得因为我今年已经我还没30岁，29岁，你原本是厨师哦，你是厨，对，就是明星，然后你现在没有做了，对我做了3年多，然后我觉得我很清楚我自己想要什么，想要趁就是还没，我也还没30岁，我觉得我想要努力一下，所以现在就专心在做驻唱啊，然后也有接尾牙，哎也不错，也很好啊，对，有梦想，我想要为自己就是努力一次，嗯，赞呢，对，吸引吧。